看了生气就别看了，别看了，少君可得听好了。少城主游街，当众脱衣，罔顾祖宗之礼法，不知羞耻，不堪入目，更是与少君当街嬉戏打闹追逐，将闺房之乐置于大街之上，引人唾弃。念的掷地有声，仿佛上面写的不是他一样。我，哎呀，让说明上头，让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。山山匪骚扰商队，少城主应率领护城军桥。这是什么跟什么呀、啊？要去你去，我可不去。这是我房间，要走也是你走吧。